拿那种水塑胶水管打很过瘾，然后有老师说拿那热熔胶打超嗨，然后最后听到一个更变态，老师是说，我们以前不是坐那木椅子吗？啊、他不是横条那板子，不是可以拿下来？他说教学生手那个手背伸出来，然后拿那个木板这样敲，最开心，老师都很变态，真变态。好不好？啊、以前的老师会这样，以前老师是衣冠禽兽，对，太恶心了。我之前被打手是骨折，现在还伤口都还在。啊，不是有老师帮你打那个，就是左耳还右耳，不是那个？没有啦，没有，那还好啦，都还好啦，反正就是这样啦，时代已经不一样了。现在已经很幸福了啦，反正老师说同学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，然后你就可以说干我屁事哦、喔、好不好？现在不是啊。哦、以前不是啊，以前是讲说干我屁事哦、喔，说对，就是干你屁事，然后就开始班上甩甩去，对吧、啊？你看过我看过最扯的怎样，就是那个老师把同学从二楼丢到一楼去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很猛，就他直接把他举起来，然后丢到一楼去这样子，然后同学就掉下去了。嗯，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们的二楼不是很高啦，我们二楼不是很高，哦、所以他就掉下去，很恐怖啊，大概就是。一楼半的高度，就像从司令台从司令台掉下去那种高度啦。哦，那个大概150吧，160，一个人的高度。哎、欸，其实很痛哎、欸，掉下去很痛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把他踢下去啊。不是在这边鼓励你们反抗老师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就是要跟老师变成好朋友。对，就是跟老师就是要要巴结他，然后卑躬屈膝，然后就是学习各种人生技巧，就是我跟你讲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我们这么讲？就是之前那些学生呢，哦，可以在社会上活得比较快活，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狗腿啊、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像哈巴狗一样，小时候就学说老师好，主任好，校长好，啊，现在学生就说哦，那一个，哎，我这题不会做啦，教一下。现在学生是这样的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现在学生大家都夸张，其实就是要尊师重道，尊师重道啦。对啦，也是啦，也是要的，也是要。有时候可是我们老师很胖的，哎，是不是不会啦？先拜树头，被虐习惯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也是有差啦，因为真的以前学生真的是皮得很皮啊，然后就是这真的会生存下去的，也是蛮会生存的。可是有些学生毕业以后会感谢老师，就是有些比较被老师修理很惨的，会感谢老师啊，就是说帮他引导正向这样，引导人生的方向。我也很感谢老师啊。把我那个手骨打断，打到现在就是天气冷还要隐隐作痛。对呀、啊，真是太感谢他了，太感谢，毁了我的左手，毁了我的右手。有啦，我小时候很皮啊，被那英文老师，因为老师都是女生嘛，就是普遍啊，然后她的指甲都很尖，然后那时候我上课，可能她不太懂我要表达意思，然后后来她就突然暴走了。然后他就是掐着我脖子，然后那指甲都陷进去，这样突然暴走。那他有唱那首歌吗？不是，他突然暴走，他有唱那首歌，就是锵锵锵，你家锵锵锵锵锵。哎，我是这样唱吗？我忘记了。突然暴走兄弟，暴走兄弟啊，怎么唱？我不知道、哦。查一下。没有啊，就那老师突然暴走，然后后来我就也因为老师可能那老女老师脾气可能也不是很好。嗯，然后呢？就是他对那个成绩不是很好的同学都会特别的严格。那怪我了，那就他说我说的严格是说，就是会动手动脚这样。那怪我了，对啊，怪你啊，你自己问题啊，怪我了，怪你呢。哦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We go 这首啊，是吗？听一下。你摸到英文老师掐住你了 ，Come on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Holy shit， 听无英语的是这样子吗？你们老师是这样子啊？没有，好恐怖老师啊！对啊，他是不是边唱还边唱这首歌？还是你们唱的时候，你听脑海中是这首歌跑出来，脑海中是因为话讲的时候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已经缺氧了没有 ？Let's go，Let's go， 他整个脸都绿了。哎，我还被掐流血，被掐流血。那时候那一个礼拜都有那个五根手指头指甲的印子。是啊，那对啊，那没有人误会说你被种草莓了？怎么可能？那这么明显是吗？这样没有吗？为什么上面会多一个这个？奇怪，好了，不管他啦。
好啦，那我们再继续来做啊，继续来做啊。虽然说这个过去的种种啦，哈、哦，是非常非常令人这个不快的，但是不快当中呢，哦，也是得到蛮多乐趣的。这就是人生嘛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就是人生呐，有苦才有爽嘛。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都会从我爽到尾啦。然后你开外挂，外挂是不是？开外挂、啊、是不是？开挂、啊、怎样弄？这样嘛，拿上去，拿上去。仓库哦，对啊，这样子好了，这样上去，然后进去里面。你把那个、啊、下面那个敲掉，你就可以再放一个楼梯。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进去里面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铺一层，上面再盖那个栏杆。上面栏杆不用啊，这样就很像那个架高的。这样架高，这样架高没错啦。再架高一点啊。干嘛要架高、啊？你的鞋不够高吗？不够啊。我觉得我很高哎、欸，我都这么高了，我怕我再高的话，以后找女朋友都没办法找到跟我身高一样的。Let's go, Let's go, more than more 。干嘛啦？有人说老皮还会玩什么东西啊？因为斗恶魔吗？会啊，找时间玩啊，找时间再继续玩啊。然后有人问说，早上好衰哦，升旗绕赛 delay call day， 看老皮台又大迟到，啊干我屁事？哎、欸，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？他只是想要押韵呢、欸，是这样吗？他只是想要表达说，哎、欸，老皮我来了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啊老皮我支持你，但是我拉屎在裤子里，那你赶快去换裤子吧。你赶快去换裤子吧，先生啊、哦，不要这样子啊，你这样子我们会，你这样你吓到我了。对啊，你会吓到我们的、啊，你知道我们内心也是很脆弱的。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然后这样应该是可以吧？这样 OK 吧？大致到底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平台啊，然后上面就是可以放一堆仓库的东西。你知道我们之前在玩《蛮荒星球》的时候，我不是这样盖吗？然后我不是被困在那里面。然后呢？然后后来就自己死掉了。为什么自己死掉？你忘记了吗？为什么会自己死掉？去看 VC 啊！那就是因为你嫩啊。没有，就困在那个啊。栏杆里面，然后我就出不来啊！那怪我了，嫩呐、啊！当兵啊、喔！当兵啊！怪我啦！哟，自己嫩怪我啦！啊、哦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你这样看得出来了吧？有没有？看得出来吗？还看不出来？这到底是什么、啊？就平台啊！然后呢？好啦，我觉得你没有富我想象力。想象力就是我的超能力。你知道有一首歌吗？什么歌？叫做想象力是我的性能力。好像听过耶。你应该听过吧？我真的有放给你听啊。我好想自慰。那是歪歌吧？歪歌啊，就是他们自己编的啊。叫什么？但他的硬碟坏掉那个啊。你也听过吗？你早已啊。有吧？我好想自慰那首歌啊。对啊，怎么用手指抠出一台法拉利那首啊？你有听过吗？没有。有吧？没有听过。有啦。快结束之后，要不要玩别的模组？开伺服器让观众一起进来玩哦？可以。我考虑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要限制，就是给干爹进来玩就好了，因为那帮观众进来玩，这伺服器根本撑不住。对，根本撑不住，因为你看你那个 Steam 的游戏由此可见，你看对啊，很多游戏。大家不是，上次我玩那款那个挖土游戏，就把伺服器搞坏。那伺服器还是官方的伺服器耶、欸，这是假的。就是有一个那个小矮人，他那边跑来跑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挖土去把那个土挖掉，有没有？嗯、然后就看到那观众把它全部搞破坏、欸。官方伺服器耶、欸。对啊，全部弄坏掉，就弄到伺服器就挂了。那他有没有寄信来骂你？当然没有啊，因为官方又不认识我。哦、是不是要再加一拳啊？不用吧。没有吧，太扯。可是这样子有点奇怪。到时候你再把不要用半砖，我觉得这个外面再铺一层会比较好看。就是我觉得不要用半砖铺地板，把那个砖敲掉。会拆掉吗？对吗？可是你敲全部都换。对啊，这样全部换、欸。这样啊？还是就是就这一块，然后把它这样做成一个这样的形状就好了。对啊，那应该就说完了。真佩服我自己，我真是太机智了。你直接在上面放个半砖，它就变全砖。是吗？不要，算了，不要。哎、欸，弄错了，差点掉下去，吓死我了！早错一步，步步错。有人说干爹瞬间出生了，干爹也是有破坏狂的。可是
讲真的，干爹破坏狂，那当然就很好抓，因为对，因为你有订阅啊。那我觉得你订阅，然后还特别这样子浪费自己的机会，其实这种人会比较少啦。我觉得这种人会比较少，因为如果这样子你还搞破坏的话，讲真的就真的会很难做人吧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应该也不想就是说让自己这么难做人，对不对？咱们出来网路网路出来混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是一条虫，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条龙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是一条什么？讲啊，讲清楚啊！讲清楚啊！你不要讲到讲一半啊，对吧、啊？每个都这样啊，所以说应该不想把自己的名声搞坏啊。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情。出来网络世界就是要讲究一个信，对啊，一个义，讲究信跟义的啊，信，还一个情，情和义，情和义之间，这样看得出来了吧？好了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屋檐要再出去一格，屋檐再出去一格，然后再降下来，还是要坐楼梯啊？你觉得嘞？屋檐降下来一格，降下来一格，你先维格，对，维格，这样吗？你说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出来，对不对？先试试看再说啊，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好不好？干嘛？你要棒赛是不是？要大便说嘛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没有，什么没有？要大就说啊，我又不会怪你。哇哇，上面看不见呢、欸，好丑、哦！你要先平平的一格，然后再降下来。我觉得要四分之一啊，就是你要再拿那个金属把它切，再把它切一半。哦，那就好看，真的好看，对不 对, 对？是不是？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天良？是因为你太高了，所以太高了啦，太高了，看不太清楚。它的层次感。不过远远看其实是还 OK， 我觉得它做出层次来啦，这跟就是剪头发一样。为什么要打薄？你知道为什么要打薄吗？因为你头发太厚。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打薄吗？打薄它其实是有一个那个典故的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打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打薄猪。打包住打包，你很冷呢、欸，不然呢、欸？哎、欸，你那还可以当实况主吗？打包猪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讲冷笑话是实况主最忌讳的一件事情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只讲冷笑话之后，你这辈子不用混了。讲冷笑话，他们都很嗨啊。没有啊，你看他们在哪里嗨？并没有嗨啊，我没看他们嗨啊。你看，刚刚开始打包，他们开始 K 笑。有人说变台中的 BRT，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 BRT？ 没有啦，我这阵子没去台中啊。我找一下，切割刀好像是要钻石哎、欸，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。我们来确认一下，说那个切割刀的地点没有，他没那么容易宕机。切割刀，老皮最爱讲的笑话。哎、欸，有干爹，感谢你的订阅啊。好啦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啦哦，大家不要急啊，那么急对不对？这么急。农田旁边有特殊的方砖块哦，什么样是特殊砖块？我你说就是那一块一块的，没有，我要拿那个刀子自己切啦，因为我现在要的是这个木头。那如果说你拿不同颜色，其实我觉得不好看。我觉得你要嘛就是自己去切一个比较 OK 的 nice 的颜色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视觉动物，所以你颜色他就看不到了。他就不是啊，是颜色就比较开心吧。为什么比较开心？看到比较漂亮的颜色啊。没有，我说它颜色就是你要让它看得到啊。如果你弄那种不好颜色，它就看不到啊。对啊。你是说比较暗色系的颜色？就是如果颜色的调配不对的话，颜色的方法不对的话，它其实就是会让它没办法，没有最佳时机看得很清楚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还是要选定就是最好的那个颜色，就是那个要有渐层啊、明色、暗色系啊不同的方式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哦、懂不懂？好，有没有学到一点东西呢？稍微大概学到哪些？大概学到 0.1 吧。什么学到 0.1？ 你在学什么鬼啊？好啦，我们用铁质好啦，其实有没有钻石？用钻石？铁木哦，铁头、铁跟木棒而已，其实还蛮简单的。好啦，我们要找到原料之后，我们就来做一下。你要做铁棒棒？铁棒棒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石棒棒、石棒棒，我们来做石棒棒。哎呀，还没有铁啊，我都不知道还没有铁。烧一下好了，我们先等铁烧出来吧。有人说老皮是用黄色笑话堆成的，没有啦，就是说就是颜色，好不好 ？Color，
颜色，我是说 color。对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，没有什么不妥啊，是因为你们的思想，是因为你们思想。